大家好呀，我是大嘴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这个创意庭院吧。这次玩的关卡是这个，暴打小鬼头。又可以暴打小鬼头了。这次选择啥植物来暴打你？老大，你天天就只知道打我，有你这样当老大的吗？嘿嘿，小鬼头，谁叫你在游戏里面这么受欢迎呢？有这么多种的小鬼头，打起来实在是太爽了呀！哈哈哈，一个字，绝！果然呐，对面的僵尸就是各种各样的小鬼头呢。这次我们就随随便便选一些植物来暴打这些小鬼头吧。建议各位粉丝多出一点其他的关卡，比如说暴走海盗僵尸什么的。小鬼头，你说什么？你老大我还在旁边呢。你是想被暴打是吗？老大，你不是已经在做了吗？还来威胁我干啥？那这，我刚刚忘记了。怎么这么快就最后一波了？我还没有开始爽呢，才中了这么几个植物。作者能不能把关卡做长一点呀？可恶！